医生，体检报告上面写我得了甲状腺结节，是癌症吗？结节离癌症可能差得很远呢，得先进一步检查或者定期复查。有不少人体检时一听自己长了个结节，紧张得不行，生怕是癌。医生介绍，结节是一种小肿物，稍微大一点的叫包块，可能长在身体任何部位，常见的甲状腺结节、乳腺结节、肺结节等。多数结节为良性，不用过度担忧。例如甲状腺结节，目前90%以上是良性，前列腺结节极少是癌，肺结节只有10%至20%是恶性的。如何区分良性结节跟恶性结节？医学专家提醒，可以关注这四个方面。首先是生长速度，一般恶性结节的生长速度较快，如果你长了30年且大小不变的结节，那多半是没事的。如果结节一周内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，恶性可能性也很小。其次是触诊差别，位于体表的结节硬一些且不容易活动，恶性几率更大，而柔软可活动的多为良性结节。但单纯靠触诊判断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不靠谱的。再有就是超声、 X 线、 CT 等影像学检查，穿刺或内镜手术等病理学检查。由于病理学检查可能带来风险，所以医生会慎重决定。新京报懂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